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各位三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立人天》。新逢我们丁酉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呢，就是在国历的12月2号，一直到2018年的1月3号，也就是农历的10月15日到11月17号。为期有33天的时间，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当然，如果说各位要来参加的话，就是坛城啦，设在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的千佛大禅堂。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两位法师啊，都是我们典仪组的组长圆瑶法师以及典仪组的法师圆子法师，要来为各位谈一谈我们典仪组的殊胜，还有水陆法会公社联位的一些非常殊胜的案例，还有哪些人要公社怎么样的联位才可以求到圆满。圆瑶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雅琪师姐还有大家好，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三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典仪组圆瑶法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三信大德大家好，雅琪师姐您好，我是仙佛寺圆子法师，大家阿弥陀佛。这一次我们的丁酉年恭祝阿弥陀佛的这护国息灾的祈安法会非常的殊胜哦，因为相当的特殊。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牌子哦，当然这是我们把它影印上来的，为的就是说要借助这样让各位更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殊胜的地方在哪里哦。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这师父呢特别的开示，我们就是有特殊的因缘，也就是天赦释迦族被灭的解冤释结诸灵联位，所以说这个是相当的殊胜。这个因缘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师父呢在今年农历5月的时候，带领了我们这些法师们到了这个是尼泊尔，那次呢回来听说很多人都不舒服，或者是拉了肚子回来，其实这是有因缘的。圆瑶法师你也有去了对不对？是，可不可以把这一段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年我们5月份的时候去印度尼泊尔那边朝圣，总共有40-50个人去。那去的时候呢，诸佛菩萨老祖有保佑，释迦佛陀也有加持，
所以每个人在那边都很平安，没无讲发生有什么代志都没有。哦，虽然他们的吃的啦、住的啦，跟我们这边啊习俗上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算平安。嗯，只是说回到机场以后，就开始回到我们台湾的机场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开始出现状况了。嗯，有的发烧啦，有的拉肚子啦，后来一一的就请示师傅，师傅也笑一笑。嗯哼，哦，阿德公啊，我知道了啦。嗯，师傅笑一笑，我知道了啦。是，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博班上课的时候，师傅就说，就拿一张刚刚雅琪师姐拿的这个释迦佛陀，嗯，这个释迦祖辈妹的这一张，然后两边不是有空白的吗？是，就请所有博班的学员全部都签名。是，签完以后，刚好那一天有差不多十位没有来，师父说不管你有来签没来签啦，哦嗯，我们要帮他们解冤释结，大家都有众愿啦，是是是是，就把他签上去，完以后就说拿到天坛去供。是，所以当下我想说那么晚了，下课我隔天再拿去，然后师父说不行，你今天就已经要拿回天坛去供。嗯，所以我就拿回去了。那师父为了这个释迦祖辈妹，他也想了很久，到底法仪要怎么做？真的，他想了很久，想到前几天突然之间晚上的时候，丹沙虾哎地震三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是。后来师父就说：“哦，有三尊大菩萨要来帮忙了啦。”哦，是，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在天坛升坛一天，恭请那三位大菩萨。是，哦，再过来，这个是在副坛啦，啊嗯。那我们主坛的部分呢？我们本来就是有公社的冤亲债主啦，哦，祖先啦，地基主啦，还有各分寺道场的辖内三界万灵。嗯哼，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说，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你们的家、你们的公司，其实不止这些，连我们各分寺道场，师父说也要公社辖内三界万灵。还有我们在建筑的时候啊，剔除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无意之中伤害到一些冤非卵动诸灵，哦，有的人也会超度，那这个我们各道场师父也都是有超度，哦，还有我们各道场的住持，还有法师讲师帮人家服务的，哦，法师讲师有的人注意哦，你们有去帮人家服务的，哦，也要设灵会超度他们哦。就像有一次我婆婆就有点不大对劲，咬咬念，就有一年的法会，我也不知道她在念什么，然后就跟师父说奇怪，法会这一阵子婆婆怎么一直念了，不知道你念什么啊？因为她是之前有去帮人家助念啊，师父说想想啊，对啦，她用去跟助念那里爱超度啦，就超度以往有去助念的诸灵往生极乐净土啦，哦嗯，有的跟你有缘的啊，或许就会在你旁边啊，因为你助念了必定是你有修行啊，以往被求度啊，是，哦，这可以是一个 方案啦。还有就是有的人啊做船运公司啊，啊你船运公司的话，你是不是有在造海船嘛？嗯，啊船就在海顶你造嘛，嗯，那你也可以做超度啊，哦，还有我会说我长期都在跑业务的啊，哦，啊我就刚才造业务了，我是要超度啥？说有，你长期哦全省各地跑哦，都嘛爱托你公给你道教过。因为每个地方的福神特里公到处都有嘛，福神嘛，按个你道教过，好你平安造业务，这些都是啊。所以说你大年位要设什么，这些都可以设。是，还有祖先，
祖先的话，除了我们的九贤七祖，有的人要问讲，啊，九贤七祖是啥物？九贤七祖是啥物？因为问的当下我也愣了一下，后来才想到说啊，师父有开示过，我有我的父母，还有我过去的父母，还有我过去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很多。那我现在的父母也有他过去的父母，那我现在的祖父母也有他过去的父母，哦，安尼直直加直直加起来，是不是足侪足侪足侪？所以恁人有个人讲，啊，阮超度祖先要超度几年？你看说这么多人，你要等到整个哦宇宙虚空，甲遮个魂，甲遮个整个灵界诸灵，要甲因叫来参加。是不可能一次全部叫到的，嗯哼，哦，因为有的人来到这，有的人来讲，有的在地界，有的在天堂，哦，啊，有的海边，哈，啊，有的在迄个山边，哦，哦，山边海角，天边海角，这些人，你要全部给集到这会面来讲，不是一时之间这么快就能集到，所以呢，每次点歌呢，升起来，就是跟着太阳。地球，迄个甲地球伫转，还有九大行星，整个虚空在转。他们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因再直直来参加，好，嗯哦。所以啊，万一我们的时间不够，讲因转较高的时候，啊，有的就没有参加到了，因为没有机会了。对啊，就要等到下次的因缘，哦，成熟的时候，是，啊，好，你再过来参加。是是，哦，啊，这个是祖先这一方面。那祖先呢？最单纯的是讲，我祖头智慧，我就生一个姓。阮的祖先祖头智慧拢用娶的，所以我就一个姓。过来咧，有诶两个姓，就是讲，阮阿公、阮阿嬷用招诶共招入来，哦，就变两个姓啊。过来嘛有三个姓，啊，较早阮阿祖嘛是咧招诶呢，哦，佫加一个姓。过来招了无生，佫去分一个来娶，啊，分一个。佫加一个姓，所以我看最多有八九个姓，嗯，因为伊就是招的，佫去共领养，领养了，佫无生，无生，佫去出结婚，结婚了，又佫无生，佫领养，就这样一直下来。嗯，啊，这个怎么超度呢？我的蒙师讲，师傅，这个我不会，吼，哦，这我生个八九个姓，真正我袂晓用。啊，师傅就说。那请他本人来，是那所以老祖就又开示了一些妙法，嗯，哦，在祖先的部分，然后还有的呢，不单纯是讲领导的祖先啦，嗯，就像刚刚原始法师讲的，我较早细汉，那阮阿哥甲我娶大啊，嗯，哦哦，啊，阮阿哥娶大了，伊才结婚啦，结婚了往生，我要单独超度他也可以啊，嗯，我要报答他的恩呐，啊，因为他把我养大的啊。嗯这么是祖先呐，即是讲一色的莲位，是个人大莲位，那我们就用报恩人来设。啊，有诶咧，红错客囝，有无？啊，讲有诶较早兄弟啊侪啊，啊一房无生啊，啊一房生足侪啊，啊老爸老母都烦恼讲，哎呦，啊伊这房拢无生，啊发是要安怎？啊无大，无你这房生较侪，你一个互伊做囝啦，啊就过去啦。过去以后，你讲伊要拜向个祖先，有诶就是啊去拜关来祖先，啊有诶就是过去，啊就是换伊家己落来去拜个祖先，嗯，是这个也是不一样，跟兄弟拜是。现在拜的是同样的尊，以后拜的就无敢拜个呀。是，系呀，是。所以祖先的问题，够就是讲哦，有的人吼，在外面吼走了以后，吼啊。然后入公妈拜时阵，吼，啊，就冒个入公妈拜，但是无入去，嗯，无入去。以前那怎啊无入去？就是讲哦，家里不是很平安呐，嗯，然后去问神呐，或者是讲啊，来用咱即马维新圣教去法师遐、讲师遐去问，然后我们就用卜卦的方式帮他们占了，嗯，就是没进去，没进去怎么办？啊？师父讲，你啊，当天好请，门口好请，但唔达倒一个水鬼落翻入来嘛，唔知啊。嗯嗯。行到门口，哦，你叫我入来哦，啊，我入来啊，入去恁公妈内底，
哎，你有问题那一般我是没当处理啊，是就在你们家里作怪了啊，嗯哼，哦，啊，像这个情形怎么办？哈，哦，啊，是讲确实都有下，但是真正公妈办都无入，没关系，师父讲法会的时阵，你就单独跟他设一个大莲，设一个莲位在个人莲位那边，嗯哼，啊，你设正副牌，法会完的时候，你就把车转去，哈，嗯。哦啊，请回去你就肯了，啊，请咱的法师择日吉日去给处理你的安尼的平安。是是。啊，像前几天我接到一个，伊是讲倒房公啦，嗯，伊讲因先生往生足侪年的啦，啊，突然最近来给伊，差不多早上五点多的时候来给托梦啦，讲伊小弟也无入公妈拜啦，然后他就又去问另外一个兄弟呀，啊。讲，哎，欸，恁阿兄讲，恁倒一个小弟无入公妈拜啦，那也无伫公妈内底啦。哎，欸，小弟讲，那有可能啦，啊，都拢伫内底啊。结果打开来看以后，有啊，明明都伫公妈拜内底有那小弟的名，啊，伊是因为三岁就转去啊，倒房公，吼，嗯。然后打开来看，才看到讲，哈，爱倒房公，阮囝的名要活活嘛伫内底伫红拜。啊，所以心里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就打来问啊。是，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法会的时候你就该设一个正副牌，法会说再请回去。至于你去对牌，你就把恁囝的名砍掉，然后因为师父教这个妙法，回去安怎处理吼，夹袂得好啊。伊就讲，妈，安尼该要该要，会不会该去对牌请落来，搞奉上掉？阿玲讲。哦，你现在正副牌请回来了，哦，这个是，虽然这也是莲位啊，是啊，这个你要设在个人大莲位也可以，个人莲位也可以，还是设在阴灵的妖王耳莲位也可以，啊，你回去，你再改请去，是，哦，是，这些都可以，是，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法会里面呢，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法无定法，而且每个人的问题几乎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有很多很相似的啊，可以你一直用我们这个莲位来公设。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个案哦，我们一定呢必须要量身来定做，才有办法呢啊来公设个人需要的莲位嘛。因为我们在拜祖先也好，公设莲位也好，阴灵也好，地基主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样的这个莲位也好，有些都是雷同的，当然我们就照我们的本来的莲位来公设。但是如果说很复杂了，几代到现在了，太复杂了，把这个实情呢说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师父的慈悲也有量身定做的这个莲位啊。对于个人的莲位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原子法师，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个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欸，像我们的祖先啊，啊，迄古早拢用打的嘛，吼，嗯，都是在墓地里面嘛。然后现在因为有的要捡起来，啊，要放去公塔，然后放不进去啊。啊，有的人就甲讲建议说，无你家捡起来了后，哎，骨头佮家烧烧的，就变大红变细红，这种二次火化，在咱的宗门内底吼。是不好的，是不能二次火化。是那二次火化，在我们世界有一位师兄，他就是不知道，早期很早了，然后，嗯，然后他就把一座山的骨啦去二次火化，火化之后啊，很奇怪呢，伊那孙啊吼，一日一日吼，哎，皮肤拢好像水泡，嗯，啊，皮肤病，啊，怎么医都医不好。是后来来找师父，师父给伊查查的讲，祖先的问题。啊，才甲伊问讲，啊，到底恁是祖先是安怎？最近有做啥？伊讲无啦，啊，都捡棍吼，啊，都甲伊讲吼，迄大红的吼，藏袂记袂啦，甲改细红的，都甲伊摕去画画嘞吼，啊，改细红。哦，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是，祖先的骨吼不能二次火化，那二做都做了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在法会的时候设他的莲位，有他的文书，有他的方法，有这个法仪，你可以来参加。是，这就比较特殊的。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清楚的话，其实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啊实情大家说清楚，然后我们就有
方法帮忙解决这些的问题了。是的，是的。那个人的大连位啊，吼，比较特殊，就是像我们做那个工程包钢钉，不管是连咱那点啊干啊啥，都要再挖起来，对不对？是。还是施工中啊，做黑水沟啊，咱施工中和施工中，拢去伤到遐烟灰乱动，吼、那这个烟灰乱动，你就要设连位，啊是讲吼，咱这个孔水沟啊。啊，水头水尾，吼、所伤到的这烟灰乱动、珠帘啊，啊是有事男女孤魂啊，这买塞设计的连位啊，那建设公司啊，我们也会伤到哦，吼、伤到这个烟灰乱动啊，吼、啥呢也这拢会塞改设，吼、啊那是纯工建设公司啊，我们也可以帮他们超度这个地方的地基族，是、是，然后还有比较，像说我们贩卖，吼、啊我都。卖农药，农药为了让给农人、农夫啊，这些杀害这些烟灰乱动，所以咱卖药啊，所伤到这烟灰乱动，咱嘛爱家超度。啊，咱若做农夫啊，咱的田的呀，咱嘛用到农药，啊是咱的田园啊、水果园啊，咱拢会去伤到。啊，这部分咱嘛是设个人大连位，是来家超度，是吼，啊所以嘛是哦吼，啊是讲，哎卖。哎，鸡肉、鸭肉、猪肉，吼，卖这些物件，卖鱼啊，啊，这咱拢会用为了民生贩卖，吼，所以这咱嘛先来设连位来个超度，啊，是养殖业啊，养殖业嘛是哦，咱吼饲鸡啊、饲鸭啊、饲虾啊、饲文蛤、饲鲈啊、饲啥物啥物迄迄蛤蟆啥物回家，吼，这些水族类虾啊，这东西我们都可以来帮帮他超度，吼。啊，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烟灰乱动啦、啊，啊，是遐所伤到遮吼，可能我们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话，连那个捕捉就多设一点。是是，所以在我们这一次坛城呢，就是设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千佛大禅堂。那当然，你如果要公设连位呢，来做感恩或者是忏悔呢，请你记得祖先的连位，或者是个人的冤亲债主的连位。以及啊，以及往生就是亲人依附灵，还有婴灵，以及工厂公司地基主住家的地基主，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十方地方有缘的诸灵大连位，或者是拔剑个人的大连位，都可以来参加。那当然，我们是以传真来做报名，传真的电话，请你拨0492724058。0492724058以及04927206720492720672。那圆瑶法师对我们这次丁酉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的法会，那有什么啊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交代的？我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我刚刚才想到，师父说咱人的嘴很毒的，我们所讲出来的话，那个口德很重要。古早人那个，有当时啊，为着讲啊，一块土地啦，吼，啊，要种作利益，还是讲为了某些事情，就是讲，阮丈夫跟阮吼丈夫，还是阮贵妇吼甲舅父吼。是无往来、无结亲戚啊，就把这个话就讲出来了。啊，咱即卖家属那有诶唔知，有诶知。啊，只要如果讲伊闹即个寺院诶时阵讲了去，啊好，结亲戚就出问题了。就像最近有一个，伊本来伊讲伊唔知祖先讲啥人、啊啥人，无结亲戚，好，什么姓跟什么姓，就他本来身体是有一点不好。结果真正去查到，迄个新妇就是祖先讲的无结亲戚。结果一旦结婚了，一辈子荡落去。来请示师父，师父讲无法度。啊，那个事情要怎么解决？事先，代志还没发生，像即马咱有七种法会的时阵，你就要赶快把两姓写在一起，吼，即世甲即世分开写啊，来，吼，啊，都爱跟伊讲。
讲哦，啊，就是什么代志，以后把这个怨解掉，把它化解掉就对了。你后摆假设你差不多下来问题。好，那原子法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交代的？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没有，是邀请大家，因为师父很辛苦，然后下午会讲经说法。如果说您住附近，您时间可以的话，可以进来听经闻法，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是。好的，丁酉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如果各位想要公社联会来做感恩报恩或者是忏悔的话呢，我任何其他的问题，你觉得说哦这个是疑难杂症，可以请你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法师们会告诉你方法，甚至会请示师父的。所以请你打我们的询问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今天谢谢两位法师来接受访问，谢谢你们，最近很忙，也祝福你们越来越好，感恩祝福你们，谢谢，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同时也感谢收看义工利人天，祝福大家阿弥陀佛。